各位观众，那个我们今天有细节新毛呢，来到了星光三月的一个地下室，这边一间叫做小熊可可的店，对，它是卖泡芙的。对，今天呢，我跟两位代理主持人来吃，然后这边旁边有一位叫做 Nikki 小姐，然后这位是 Ali 小姐，嗨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。罗杰组长呢，吃的是这个原味的泡芙，好吃一下给大家看。哦，真的是原味口味的，它吃起来呢，鲜奶油味非常的重，然后外面的那个皮呢，缺点就是很容易掉了，对。可是它吃起来的皮很像那个孔雀饼干那种，对，它吃起来非常的那种。酥脆，然后又很好吃。那你要吃这个泡芙，还可以吃到孔雀饼干的感觉，奇妙吧？然后我们那位这一群同学吃的是那个什么口味？我吃的是那个覆盆梅口味。那个吃起来怎么样？它那个覆盆梅口味呢，现在吃起来就是酸酸的、甜甜的，然后跟饼皮混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觉得很腻，然后它的那个馅很多。对，它重点是不像那些泡芙，就是泡芙会撒在口里，那吃起来就。太甜了、啊，六个，这个吃起来就不甜，然后一个40块有没有？对，40块便宜啊。那六个就便宜了。六个比较便宜，620。六个220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大概30几块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间店呢，就是在那个垂杨路上的那个星光三月楼下地下一楼，一个40块钱，六个220。好，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来哦，是这样子啦，拜拜。